念给大家做一款水果寿司啊，然后放啊，轻轻的放上去，然后今天要把它做成正方形的啊，两边修一下。这是巧克力面包啊，取四段。然后用主板直接给它定型成正方形的啊。把我们现在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芒果牛油果铺在上面，然后排列整齐，拿出竹板轻轻的给它做一个定型哦，尽量不要把它的外观破坏掉哦。下来啊，直接给它切掉。把头切掉不要。切六段。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做的这一款水果寿司哦。